大家好哈，我是杨迪，今天帮山东的一位大哥选一只血统的奶油法斗哈，走。到了哈。怎么？就这两只哈，非常漂亮，两只都是小公哈。好家伙，这个法妞还乖认逗毛棒嘞。这两只小公哈，这个哟，能不能放不上跑呗？啊，从上面看。看到吗？要是体型的话，这个更短一点哈，这个短点，都够肥的，你看，都够胖哈，都没尾巴。哟，你看了吧？羊泡骨的老板就是客气哈，气急败坏的。是谁的大爷上软种啊？哎呀，太漂亮了哈，这两只，这谁的后代？小旺子的后代。小旺子的后代。是漂亮哈，价格也漂亮。那是你跟头几年比，那是不能行了。小奥迪，那热手的小奥迪。哎，狗是不错哈，非常肥哈，非常短，非常漂亮。拿起来这个最短的这只看一下啊。还没有，头盘比较大，一刀切的脸哈，尾巴也漂亮哈，非常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脑门中间有一点点开背，看着有一点点开白哈。然后看一下这一只，哎呦，这个更胖哈，这个没有开白哈，漂亮啊！你看尾巴内螺丝，和没有尾巴一样哈，狗都是好骨哈。这个体型更短一点哈，都漂亮。咱和大哥开视频，再看一下哈。非常漂亮哈。刚才和大哥联系过了哈，大哥相中了，嫂子还是喜欢红牛哈。说再等一等，咱回头再帮大哥找一下红牛，还有没有喜欢这种血统的奶油法斗的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，